面上出现了好多大大小小的落石，这里是在新竹尖石太钢部落要往养老部落大约 4.1 公里处的位置。由于目前凯米台风对于新竹的威胁越来越大，山区也出现了零星落石的情况，而部落民众下山就医受阻，在五峰乡的雨势也是越来越明显。另外在宜兰则是因为强风的关系，行人走在路上撑伞，伞都被直接吹断，另外有路树还有平交道的栅栏也不敌强风，提醒大家台风影响越来越大，民众尽量减少外出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